总统的赢。新任行政院、司法院政务人员及驻外大使宣誓典礼仪式开始，监誓人九位，宣誓人九位。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梅家树，最高法院院长高孟勋，审计法院院长林辉煌，司法院秘书长吴三龙，行政院发言人林子伦，国防部副部长徐衍图，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卓喜，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林信德，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大使于大雷，驻巴林大使陈龙锦，驻波兰大使吴尚明，驻澳大利亚大使徐佑典，驻西班牙大使张俊飞，观礼人员九位。宣誓人举右手宣读誓词。誓词，誓词，对。于是以至诚，于是以至诚，恪遵国家法令，恪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。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报效国家，不枉费公帑，不枉费公帑，不滥用人员，不滥用人员，不徇私舞弊，不徇私舞弊，不收受贿赂，不收受贿赂，如违誓言，如违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。警示，警示。宣誓人梅家树，宣誓人梅家树。中华民国112年7月24日，中华民国112年7月24日。宣誓人手请放下。宣誓人向监誓人鞠躬。李晨。谢谢恭送总统。